都估到冇咁簡單噶，又玩一 take 到尾，但係而家錄歌啊嘛，啲導演咧係咪玩一 take 過咧，玩到上曬癮咧？上次嗰條一 take 到底片咧，條聲錄定先噶嘛，今次無端端又玩咩話要唱埋 live， 大佬啊，唱 live 啊，唱錯咗冇得搞啊，點唱啊？你冷靜啲得唔得咧？哎呀，一唱錯就要 retake 啊，好大壓力噶嘛！冷靜啲啊！冷靜啲，冷靜啲，你咁冷靜，你去唱咯。講乜嘢？做咩啊？你唔好掂我啊！我今日好大壓力啊！你唔好掟我啊！冷靜啲啊！講乜嘢啊？呢套唔知我唱唔唱到咧？最低音在這裡，最高音你粒，你 ready 就我知道了。 OK，
踏上清源，只因辗转。踏上清源，只因辗转，不惜佛语。OK 啊，冇问题啊。但系高先生，今次正式演出做十几场喎、啊。如果賣得好，可以加場就加到二十場。俾我諗下先啦。